港本能反應嘅啫。真係好波啊！俾佢捉曬路啊！朗拿多、卡華積整腳直線，係都唔俾你過啊！入波啦！真係順道咧，阻都阻唔住啊！個角度刁轉成咁，邊有可能救到啫？咪有事啫，唔使諗咁多嘅。好似呢個波有機會咪射門咯，同邊度救到啫？領先1-0，你可以話冇咩優勢啦。不過嚟到2-0啦噃，咁就運籌。朗拿多，結果無功而還啦。試下呃埋去啦。系咪射得咧？斯朗拿多射入，哇，靓波啊！差一球啫，呢一场波嘅结果系点都仲系未知数。对手都叫你射咯，梗系攻劲不如从命啦。呢啲咁中意起脚射门嘅球员啦，好心你应该百度神一神啦。后防咁唔小心，系要付出代价啦。呢场波睇嚟仲有得踢噶。俾個腳唔夠靚啊！嘥咗個機會啦，直接長傳，想要個波，個波又嚟唔到。好，而家一個傳球，林克好夠警覺性啊！朗拿度為腳直線，叫做暫時解除威脅啦。莫迪力。黎巴，看看邊個隊友可以接應喎。危機暫時就叫做解除了。拉莫斯，呢個直線靚啊！蘇格雷斯、馬高雷斯，撳腳地波入嚟，有機會射啊！好快咁向前传，高空传球，防守球员有机会解围啦。比斯呢个波抢得唔错，咦，防线有个漏洞喎，向侧翼传球，喺左边突破得唔错啊，就唔系话传得好曳嘅，不过仲有改善空间咯。呢脚直线一下趟穿晒，有机会呢球点咧？入埋呢球啊，安心啲。呢球波够晒靓啊，百步穿杨嗰只啊！长波踢到而家咁啊，真系好肉酸嘅，莫讲话踢啊，睇嗰啲都唔开心啦，系咪先？而家呢队波已经掌握晒个形势，话晒事啦。成功解圍，嗱，聽到雞聲啦！上半場完，比賽進入下半場。嗱，撲迪搶翻個波翻嚟啦，攞到個界外球。马高华拉提又是界外球，好，而家一个传球，呢个波比好些少的话咧，会系个好机会嚟噶。我觉得本身嘅构思咧系唔错。试下
佢啦。艾维斯，可以解围啊！呢个直线靓啊，直接抽射，真系可惜啊！哇，禁区里边咁多自己友，俾边个射都得啦。机会嚟啦！哇，跑得真系快啊！只系差些少，不过入就系唔入。波甩咗出嚟，及时解围啊！有冇队友可以立翻个波咧？向前传出。防守球员解围，博迪力，施华试下向前传啦，传咗入中路啦，斯朗拿到射入，哇，靓波啊！传波同入波都系冇得停嘅。佢顶呢个波嘅时候咧，佢够晒果断啦，结果咧对手唔够佢争。呢場波真係越嚟越好睇啊！哇，下半場咁早啊入到呢球波，成隊波輕鬆曬啦！行，為腳直線，蘇格雷斯試下接應啦，個波飛出嚟，再一次傳入嚟，擋咗啲球波。個問題啊，出喺傳球嗰個準程度嗰度啊，而家搞到空手而回啦，美斯。傳去邊線？呢個攻勢冇乜效啊！快速進攻啊！簡定，整腳直線，巴薩特跳高一跳，俾啊俾得唔錯噶啦，不過就冇結果啊！哇！禁區裏邊咁多自己友都唔俾喎，難怪入唔到啦。斯朗拿度呢球波靚啊！在比賽的尾段追平比數，真係夠曬冷靜，攞得好準啊！呢個波正啊，夠簡單直接，總之有機會就起腳。第三粒啦，佢今日嘅表現一流啊！今日遇上呢位仁兄咧，大家唔好彩啦嚇，注定佢贏緊嘅。呢場波真係峰回路轉啊！呢場強強對決，邊個會贏咧？哎，真係好難估啊！浪高个波，边个会追到啲球波啊？试下扼埋佢啦，系突破嘅好机会嚟噶。呢球波挡得好啊！艾维斯，界外球。正係有動靜喎，睇嚟有換人啦。哈薩特守得好，完全唔俾人過嚇。哈薩特傳入去。
泰巴傳翻腳先，太大力咯。發展咧，傳個波入嚟，斯朗拿度，喂試一射啦喂，再一個機會啊，入波啦！喺正個龍門前面點射都入啦嚇。但後防咧有少少三心兩意咯，即係唔知時間到咯，球證明頂，但遇上逆境咧就應該係咁噶啦，真係非常扣人心弦嘅一次反敗為勝啊！佢哋都係值得贏呢一場波嘅。喂 ，Keyman， 可唔可以总结一下啱先场波啊？嗱，今日佢哋终于能够赢波，一定好开心啦。因为佢哋嘅实力其实唔系高过对手好多嘅啫，但系够落力啊嘛。比赛结束，我哋嘅节目时间咧亦都差唔多啦噃，咪要多谢 Keyman 啦，陪足我哋睇晒成场波。各位晚安啦。